马鞍山是香港新贵住宅区，因应地理位置优势，不少物业或依山或傍海而建，景观开扬，居住环境舒适。整个区域由大水坑、恒安、马鞍山和乌溪沙四个港铁站贯通，大部分屋苑距离铁路线不远，对外交通非常方便，加上屯马线开通，进一步带动周边物业潜力大大提升。同时区内亦设有多个公共运输交汇处，提供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穿梭马鞍山市中心和接通多个区域，照顾居民不同需要。马鞍山有近半物业沿海岸线而建，前临沙田海和吐露港，海天一色，悠然惬意。部分屋苑更坐拥270度无敌全海景，是不少香港人梦寐以求的居所。在蓝天白云之下，远眺白狮岭连绵山脉，同样壮丽。离开临海地段，区内亦有部分屋苑依马鞍山而建，由于位处半山地势高，视野特别开扬，甚至可以远眺海景。不少依山而建的屋苑都可以饱览幅员广阔的马鞍山郊野公园大自然美景，冲翠山景为伴，空气分外清新，居住环境宁静宜人。马鞍山在发展同时亦保留大量绿化区域，区内亦有多个公园，包括占地 5.5 公顷的马鞍山公园，园内设有迷宫式花园、儿童游乐场、健身缓跑径、卵石径和长者健身器材等，每逢假日都吸引不少一家大小在度享聚天伦。屋苑入面还设有一个采矿历史展览场，展示马鞍山的地质资料，甚具教学价值。和马鞍山公园相连的还有公共图书馆，设有大型滑水梯的公共游泳池，和提供球场、乒乓球室、健身室和儿童游乐室等设施的体育馆，成为了区内康乐文化设施的中心。另外长达 3.2 公里的海滨长廊，由海淀居延伸去到锦泰苑，在海滨长廊漫步或者踩单车，观赏由沙田海至吐露港、由马料水至到白仙岭的景致，日光和雾色，闲适舒畅。